那我是做求职小帮手 Ronnie， 那求职小帮手它可能有些人没用过，大家简单说一下，就是它是一个 Chrome 的一个 extension， 你装上去之后，然后你去浏览，你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你要去看104网站，看11，看518，看 ES 123，看1Job，然后只要那家公司曾经有被劳工局有罚过他违反劳基法，那最下面就跳出来是几月几号被罚的，然后为什么被罚。OK， 那这些是我的，反正就几个地方全都是 Ronnie Wong。那边会找到我一些东西。那我先说一下，为什么我会想要开始进入 Open Data 领域？我觉得受到影响最大就是去年那个十家登录。那时候十家登录一出来的时候，大家有去用内政部网站一看就知道，这烂到翻。然后后来那三位 Google 工程师做出来一个好用到爆的，就会觉得说，哇，真的是政府的力量跟民间力量真的差太大。那时候我就觉得说，真的，如果今天这些资料能够被爬出来，能够大家分享应用，那个力量真的是比政府强大很多。所以我自己心血来潮，我也自己也写一个爬十家登录的资料，然后目前程式放在 GitHub 上面，所以有兴趣的人可以上去看看。那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好，因为我花了一个晚上时间把它爬出来，然后自己也花了很多时间在打 Capture， 然后终于把20000多笔全部都弄出来了。那就觉得说，好，今天花了我的时间，算我是心甘情愿。但是如果其他人也有心想要去做研究，做这些，他们是不是可能要心甘情不愿的去做这些事情？那如果今天资料是开放，那就不用每个人都写一次了。所以我后来我还要把我爬出来的资料跟我说，然后给我丢出来，希望说，大家如果有兴趣想玩的人都可以，就可以省去这个步骤。所以这时候我就认识了，原来有 GDB， 他们就是很多人是来做这种砍战这种事情的，就真的政府的东西，真的很多资料在那边，资料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呈现非常非常烂。所以那时候我就加入了军营毕业黑客松，想说啊，一起来多砍一点赞出来。那为什么我会想到要做求职小帮手这个东西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去年差不多11月有个反媒体垄断的活动，然后那时候我就注意到很多大学生有参加这个活动，但是那些大学生他们怎么反媒体垄断呢？那时候 Facebook 上大家可能都会看到这样的画面，大学生上面可能会先说，我光宗太过分，大家一定要抵制他，一定要抵制他。但是下面又看到他分享一个中视电子报链接，哦，这链接好好笑，好好看，这样哪叫做抵制？所以我那时候就想到一个说，那我爸也做一个抵制小帮手好了。那时候抵制小帮手想给做出来，然后那这是一个模拟画面，就是如果你今天装了抵制小帮手，然后你觉得好，因为我对旺中这些事情他旁边用不到，他去欺负那些教授，我觉得很过分，我决定要抵制他三个月。那我就在抵制小帮手说，我要抵制中时电子报三个月。那之后你只要每一次去连中时电子报，他就跳出个这样的画面。你因为什么原因你抵制他多久？所以你确定真的要看吗？你要看你就再来取消。那这样子才会有抵制的效果啊，就不会说那些大学生在 Facebook 上按赞按分享，就他把抵制的东西还是分享出去。我到现在还没做这事。好，然后第二个触发我做求职小帮手的原因是 HTC 差不多在今年二月初的时候，那时候有冒出很多新闻，就是他是血汗 HTC， 他不发年终奖金，然后每个人加班，甚至像这边文字我念一下，他说认为公司要求5000多名工程师依责任制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且不发加班费，使他们一年超时工作约1000个小时。然后下面还有红色的字，都会交由劳检机构进行劳动检查，违法即开罚20000到30000。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数字 ，HTC 员工5000人，一天加班4个小时，最低工资109元。你看，工程师哪里还能觉得很可怜？然后加班费用法定规定是要1.33倍，所以合起来 ，HTC 一天省掉289万元。那你说每个月重罚他20000到30000元，他会痛吗？所以后来在2月23号 Open Data Day 那天，我在现场我就决定说，好，那我要做一个求职小帮手出来，因为今天他们被罚20到30万，真的是不痛不痒。那我觉得我要让他们又痛又痒。那所以我那时候在那一天我就做出了这样一个雏形，因为那个时候在 Open Data Day 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发现到其实各劳工局的资料是很混乱的。然后我那一天我只有空有处理到台北市劳工局的资料，所以我那时候把台北市劳工局弄出来后 ，demo 画面就出来了，因为台北市那家餐厅有被放弃。那资料来源是我很困扰的部分，像我这边秀一个是台湾电子电器资讯产业工会，他们
花了时间整理出来的，他们把30个县市的那个劳，除了县市，还有一些科研区的劳工局的资料，他们做了评比，会发现到，其实有些还 OK， 就是他放出来的资料虽然是 Excel 是 Word 是 PDF， 但至少还完整，而且至少可能2个月或一季会更新一次。但是有的到后来，但是从因为法律规定是从那个民国100年7月开始要公布，但是他们从那一天公布一次之后就再也没公布过了。然后像我前几天整理的时候还发现，为什么基隆县还把它改成土档？害我今天自己听，那时候自己听一听也很累。那这个东西其实蛮困扰我的，因为其实 OpenData Lab 那天做出来之后，就是只有台北市，因为台北市 HTML 我还自己花时间写 parser， 后来觉得好像复制贴上比较快。那其他的像是用 PDF、用 Word 的那些，就真的是很麻烦。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到，有一位网友他自己花了很多时间，然后他用了 GitHub 在上面，他把各县市他自己整理出来，对，在上面放 CSV， 所以大家如果对这些资料有需要的话，都可以上去这边去抓下。那这个资料一出来，其实对求职者就很有帮助，因为资料一进啊，那求职者等于全台湾资料都有。所以4月的时候，我那时候求职小帮手就以资料包的形式，然后那时候我是分每一个县市的资料不一样，因为每个县市可能之后更新频率都不同。然后我那时候是有点就是想说用那种类似病毒扫毒病毒码形式，就是浏览器看到只要抓一次就好，可能一天更新一次，那这样子就可以节省那网络流量。那像甚至我还可以把资料包丢到抓包的上面，那我还连 server 都不用。然后4月14号的时候，那天就上了新闻。然后，其实这边我就分享一下，像那一天主要是礼拜，那是礼拜天。然后礼拜四的时候，苹果日报记者，礼拜三约我就是访问。然后后来他就说礼拜天会见报。然后礼拜六晚上他还在打个电话给我说，那个因为明天早上会见报，那可能到时候会有一些新闻朋友会联络，会需要想要再访问你，那可不可以给他们我联络方式？说好 ，OK 啊。然后礼拜天早上，因为晚上礼拜六晚上我喝点酒，然后礼拜天早上就有点慌忙的，然后突然就8点钟打了一个说，我是非凡记者，然后那个可不可以约9点钟访问？然后想看啊，9点钟，有点晕，算了，现在一个人应该还好。就9点钟一到，来了10几个媒体，几乎全都来了，然后快吓死了。我也好，因为可能那天没什么大新闻，没有什么像现在什么轰动圈啊或什么的，所以就新闻就播得很大，然后那一天整个流量就暴增，然后那一天差不多就有到1万多，增加了快2万人吧，就是在 Google 上面装。然后后来因为那时候真的太撑不住了，就是我后来发现用资料包的形式，那大家一直狂下，然后那个流量非常大，我等下会呈现一下数据，所以我后来还是把它改成用 API Server， 就是我后端用 Investigator Search， 然后用公司名称去搜寻这家公司有没有就是违法记录。然后4月25号的时候，就感谢这位医生，他就是做了 Firefox 版，所以现在连 Firefox 版也有了。那他也有把它 open source 出来，所以如果不知道的，就是想要学怎么写 Firefox intention 的，也可以上到上面网址去下载。然后我4月26号的时候跟频率网合作，然后把频率网那边有大概2万多笔的那个劳资争议的官司记录都抓下。那频率网这次 Costa 也有来分享，就是频率网是什么。但因为正好现在时间一模一样，所以大家应该听不到。那简单说一下，就是他要把那个一些所有的官司记录全部抓下，然后在上面他就可以那个就可以看出来，比如说这官司的律师有谁，被告原告律师是谁，然后他对到法官是谁，那你就可以去对于一些官司做评比，比如说这个律师他平常对到法官，他对哪些法官的时候有哪些案子你可以参考，或者是这个律师比较专业于比如说劳资争议，或者是专业于一些什么遗产分配之类的，那未来你要找律师的时候，你可以去上面参考比较经验的律师，这样对你会比较帮助。所以蛮建议就是大家之后有空可以上去频率网看看。那我们那时候跟频率网合作，把他的劳资争议的2万多笔都弄下来。那他把劳资争议的官司记录给我之后，因为2万多笔，然后我原来资料包那形式就爆了，因为那个这样资料差不多2 mega 左右，我每次抓下来那个，你每次看104看一页就需要等个差不多2秒3秒。而是整个 hand 住2秒3秒，那所以那时候改 API 是不是也是为了就是频率网上线的时候这样做比较好做，然后还有就是 Firefox 跟 IE 也都比较需要这种就是 API 设备的做法。然后5月4号的时候也是就是苏博威就是帮忙做的那个研究版本的，以及我拜会的版本。
然后这边分享一下《足球小帮手》这几个月来的几个数据。这个是《足球小帮手》每一天的查询量，就是当有人看了一个看了一家公司的时候，然后他就算一个查询量。那蛮明显，就是大家都是平常在看，然后假日大家都不会想去找工作。然后这个是求职小帮手的网络流出量。那最早好二十 G， 四月十四号那天一天流出二十 G， 原因是我程式写错，大家只要看一笔，然后就重新抓一次，因为我忘了把那个资料包可以在它浏览器里面，所以大家只要看一家公司就会抓一次资料包，而且不是抓一次，是抓二十次，因为有二十个资料包。然后我们那天发现程式写错，赶快改。那所以去掉那一天之后，还是看到有很大的落差。这个时候是我用资料包形式做的，然后我到后来改成 API 设备之后，整个流量就降低了非常多。所以如果未来有想要做类似服务的人，可以评估一下，就是如果你想要做像病毒码那种抓下来，然后服务的时候，你可能要评估就是这东西它会需要抓几次，然后它会不会常常要抓，因为流量可能会真的差非常多。然后这是在求职小帮手上面的一些求职网站的比例。当然，像104比例最高的，然后再来是111，再来是518，再来是123。那政府的e-job就很少。然后大家找工作的时间是比较集中在下午3点、4点、下午2点，然后那10点，然后大概凌晨15点就没什么要找工作。然后这边也有看到，就是这整个7月份的，就是我列出来前20家被查询的公司名单。其实科技也还蛮多的，不过这个被查询。因为我在想啊，被查询不代表这个公司有问题的，只是有被查询，可能查询到后发现无记录这样，然后也会因为他职缺越多，可能被查询次数越多，所以这边这个数字仅供参考。OK， 那我再分享一下那个求职做求职小帮手的时候，让我学到几件事情。觉得群众分工跟资讯共享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像我最早，我就是很烦恼在于，那个资料真的很难收集，很分散，然后各式各样不同的格式。那真的很感谢这个苏国伟，他先帮忙第一批整理出来了大概20几个县市的资料，应该花不少时间。那这个第一个基础建设出来之后，其实后面的要大家，我后面会就持续的去补资料进去。那如果今天没有人做这件事的话，其实我觉得求职小帮手很可能就死在当初我跟他被我做完后台北市资料，然后就没有。所以我觉得群众分工真的很重要，就是如果大家看到有什么资料是很分散的，那么欢迎都可以到 GDP 场合或者是到任何地方，在平常在网上也可以，能的话就是一起把它整理出来，整理成一个可能是共同的格式。那这样子我们之后就可以触发出更多人做出一些更有趣更有意义的东西。然后另外资料包 API 设备这个东西，可能做技术的人之后可能要评估。像我原来选的资料包，后来选的 API 设备，我觉得这个数据也是蛮有参考价值。然后另外是，我觉得就回到一个老梗，就是做产品的时候，真的不用觉得产品完美在推上线。像我那时候，我2月28号其实已经做完一个 prototype， 就是查资料。然后后来到了4月中，把那个数位资料倒进来之后，还是觉得说我资料还是有点不够完美，我还要继续整理，继续整理。然后因为不小心被那个，我那时候是有到上 PET 的那个 TechJob 版说，哎，请大家可以帮我测试一下。然后就后来被成功法人看到，成功法人就直接分享出来，然后就爆料，然后苹果日报就来采访。所以我后来想，反正就算了，你就不用等到说我真的就，我本来想要等5月1号劳动节嘛，趁劳动节上线。结果后来没想到，其实大家的反应还不错。那我真的原来是想太多了。所以大家真的是能做到一个程度就推上去，就给大家看。不用在那边龟毛说啊，我要留着，然后做到多好，那可能那东西坏就死掉。然后，那去掉求职网后，我再分享一下我自己收集到一些资料。那大家如果对于这些资料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都可以拿去随便玩。像我之前我有爬那个经济部商业司的所有公司资料，目前有100多万家公司。那这个资料我每个月都会更新一次，因为它每个月会放出一次新册。然后资料我都有转成 CSV 跟 JSON， 我放在 Dropbox 上面，所以进去里面就可以看到。那这个东西能玩的东西就很多，像我自己就玩了一个，就是因为它的公司资料是有包含公司对于股东名单，所以我就可以从股东名单中找到，例如说统一超商持股了大概这20几家公司，那我就知道这些就这是统一集团。那这又回到我当初想做那个抵制网，抵制小帮手。因为你要抵制，当然抵制一家；我要抵制统一，当然星巴克啊，那个什么康师傅，我全部都要抵制。
那我要哪里得到这种资讯呢？那经济部上市的资料，我觉得这就很有帮助了。那像最近那个君怡 B 有的专案是要做服贸的，那他们想要就是想要查出来说哪些公司有受到这次服贸的影响，那也有拿这次公司资料拿去用，那这样再把它弄到地图上面，其实就一目了然，我们就知道说你的附近的街道上有哪些公司会受到服贸影响。然后这边有一个不是政府资料的，是 PTT 的热门记录，是我自己花了两年的时间，我每五分钟抓一次看哪里热门看板。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是 PTT 军旅榜，这个是当初的都哥案，然后这个是最近红龙球的事件。那其实感觉好像有点退烧了吧？那是希望说今天还蛮多人穿白衣服的，所以今天晚上就一起出发，然后不要让它退烧。对啊，那这边就是所有看板的都有，然后我也有放那个就是所有的历史记录，所以可以上抓把子去把所有历史记录抓下来。然后我上个月我心血来潮去爬了工厂资料，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我看到新闻，有一则新闻是说桃园有一个工厂放了废水，排放废水，然后被好像重罚20万还是怎么样。然后后来就是去查那个工厂资料，它的搜寻界面做得非常非常烂，经过三次，就是你没办法用名字搜寻，然后你还要用县市，然后用种类什么这些搜寻，就觉得真的看不下去，所以那时候我就写了一个 call 把它抓下来，结果我还有在，我那时候也是心血来潮想说，啊，我想让大家看到我怎么写，所以我有在 YouTube 上面做直播，然后本来预计大概一个小时可以写完，就没想到写了2个小时，然后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上在 YouTube 上面看那个直播，会看到我卡在哪些地方，要卡很多在那碎碎念。然后那这个资料在这边也可以下来，所以如果大家对于一些工厂资料有想要分析的话，都可以上来这边找。所以那希望就是大家能够一起来整理资料、收集资料，然后并且让资料更好呈现、更好的应用。那这样子，我们的资料更有价值，也对我们的老百姓来讲更有帮助。好，那有人有任何问题吗？